色，它其实绿色就是还蛮特别的色系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领口是做螺纹的那种 V 领，对。然后其实正常穿 OK， 正常是完全都肩或宽肩的人都不会很挤，也不会很压，好不好？很好看。然后下摆地方这个地方也都是有松紧，它就是自然会给你就是在腰的地方啊很好看，然后这个裤子的地方呢，把抽绳拉开啊，它这个都弹性，裤头都是这样子。我肚子如果这么大，是不可以穿的，就是这个是松紧松紧裤头的，然后裤子是做算是高中腰中高腰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面料也都是夏天的面料，不会说太厚，然后完全不会厚，我觉得它蛮好看，因为裤管是做缩口的，缩口裤，就是还蛮有型的哦，蛮有型的，而且我觉得小资女孩穿可以，高的人也可以，那小资女孩你也不用担心怕说裤子会太长，其实不会，因为下面是微缩的，就很好看，而且它的这个侧边做一个很简宽版的设计，这样滚边条就一条而已，可是就是很亮眼，白色的。然后有口袋，有口袋，然后完全不会透，穿起来就是休闲的感觉。平常运动我觉得都很适合穿，然后对，就算没运动，平常穿很方便，上班也可以穿。它有点小罩子，对，就是一个很实穿，出去玩也很 OK， 就这样穿一套就非常有型了。然后这个都不会贴，就是屁股的地方都是这样很通很通，然后穿上它自然就有腰身，好吗？所以这一套呢，有喜欢的可以带，因为这个数量很少哦，配个休闲外套、牛仔外套就可以出门了。好，那身上这个是绿色的，给你们看一下绿色的感觉。那我拿出换黑的，它绿很有质感。对，就是绿色。绿灰，绿灰的。灰绿，灰绿。对，就是军绿吗？这不是军绿，这就是有点绿，就你们看到的这样，灰绿灰绿的感觉，就是这个色哦，好不好？记住这个色。那我换黑色喽。黑的，其实它板子真的穿起来舒服，然后都还蛮显瘦的，因为有一些这种裤子啊，太宽或太低，因为都有一点小缩口的，其实要找到版型好看还蛮难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过，就是不太好找，但这个穿起来就很好看，而且我觉得它素素的，就还蛮有质感的。这样，然后你们不用担心哦，因为它穿起来是不会露肚子的，不露肚子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，因为它的上衣就是这样子，会顺着就是连下去这样子。你也不用扎进去，就直接这样穿就可以了。有时候真的到天气热，你自己想穿一个小背心，你也可以把这个裤子搭一个小背心，也很适合。没错。对，然后它的袖子就是这样子，落肩袖，然后 V 领设计。那我平常穿就喜欢直接就是不拉露肩嘛，如果你们要拉也可以，可是我就比较喜欢就简单这样子，然后搭个牛仔外套。然后可以看后面，整个就是很多松紧，但是很贴的。这款其实真的还蛮好，很有型，一套的很有型，只要590，没错，对吧？嗯，590数量很少哦，哎，赶快可以。两双好难选耶，超难选的。对，好，所以你们赶快看自己喜欢什么色，把它带回家，因为这真的难选，真的好看。好，不要13哦，黑跟绿，黑跟绿两色哦，有喜欢赶快加哦。